亲爱的朋友，今天您各位算来着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接下来要登场的两位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您各位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他们两个人同台合作的机会却非常的难得，让我们共同有请李金斗、石富宽，有请。谢谢，谢谢您热情的掌声，真是特别高兴。哎，我们哥俩能参加这个演出啊，这是我们的荣耀。对，我们为了向大家表示感谢啊，嗯，我们也做了点准备。哦，先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是是是啊，今天早晨凌晨五点钟，哦，我来到了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嗯，西寺，广济寺。哦，找到了演觉大法师，我说今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演出，哦，你看怎么表示一下呢？嗯，金斗，那你给大会抽个签呢？哇，抽签儿去！哎，说着话，过来一个小师傅，嗯，拿着一个签筒一晃，哦，啪，腾，出了一根签，哦，当时我就拿过来了，嗯，我一看不懂，嗯，我找演觉法师，我说你给看看，对。嘿，金斗，你给大会抽的是上上签。哦，上上签，签上写的好，写的是凡是参加今天大会的，啊，每一个人出门买彩票发财500万。对，哇，还这好事，嗯，啊，后边还写着呢，后边还有鼓掌的1000万，涨了。哦，这边还有，这边连鼓掌再喊好的2000万。我又涨了，哦，哎，那没鼓掌没喊好的呢？这儿写着呢，是发财1亿。对，他感情不得的人啊，这是一种感恩，哎，向大家表示问候。对，谢谢大家。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为大家演出，哎，大家这么鼓掌，嗯，为什么呢？是爱听相声，鼓励我们。相声是一种孝的意思，是，但是说好了相声。这基本功可不能忘，哦，基本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啊，说学逗唱嘛，嗯，对，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嗯，说怎么就说好了呢？啊，有几个字儿要掌握好，唇、齿、舌、喉、鼻、牙。哦，唇最难。哦，唇，啊，一平盆面捞一平盆饼，饼平盆，盆平饼。哦，这练这嘴。对。哦，唇嘛，唇齿，隔着窗户撕字纸，字纸里有4两细银丝，细银丝上趴着44个似死似不死的死尸的皮，真见功夫。哎，哦，唇齿舌喉鼻牙嘛。哦，这就要把这几个字都搁在一块儿，怎么练的？这几个字都有。石老师可难为人啊！啊，这练什么呢？有。也有，有有有有有哦，唇齿舌头鼻牙是吧？啊，对，一块说一个绕口令啊。这我得给你讲一故事。嗯，我有三个同学。哦，第一个同学姓方，姓方，哎，叫方发奋。这听着就绕嘴。哎，第二个同学呢，姓傅，叫傅飞凤。哇，你听这俩人。还有一个同学，还有姓费。他叫费福芬，这仨凑一块儿，哎，这三个同学啊都是在纺织战线上工作。哦，方发奋纺红混纺，傅飞凤纺粉混纺，费福芬纺黄混纺，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纺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同去纺粉红混纺花混纺。好。真不容易啊，看得出来啊，您看这70多岁了，就说明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哎，了不起，这是我们应该学的啊。啊，学的是最多了。哦，学啊，学京剧，嗯，学话剧，学叫卖，哦，啊等等等都得学。对，大家喜欢京剧，是国粹呀，啊，哎啊，今天我们学唱一段京剧桑园会。好啊，啊，哦，要按照京剧唱的是京字京韵京白。哦，唱出了什么样？一出场是这样，您来，马来。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坐立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将妻还那铁马呢错认了民女最非常，大嫂亲来见礼。好啊，京字京韵京白。哎，有一个地方啊叫烟台，我去那儿演出，胶东。哎，有几位业余的京剧演员啊，用山东话演唱桑园会。哦，用山东方言唱这个。哎，山东的话啊，京剧的味儿。哦，你比如说这秋，他不念秋，那山东人他说哎秋，哦秋胡，哎秋胡，哦家家人啊音上哎响。是哎戏潮挑真费劲、哎、唱出来好听、嗯、哦是吗，哎我给您学一学，您来了您注意听点啊，哎听我呼啊德玛斯本来个家里想念的路上什么不听啊提啊都给为家了个品呢、啊、难度一引起想撇家撇也撇门的有撇气咋一个路过里啊不往给钱砸死龙心息他名砸偷在了五沙身穿了网炮腰横了雨带猪等炒血做官的在炒里啊他名安回家探母去他叫他砸了个去砸回口里行一步来至在这个桑园一离开见一位美大嫂，身穿着蓝布褂，腰系着青布裙，这个手把的桑卷落香叶，他一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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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落到了竹篮里呀。前影儿好像罗妇女，后影儿好像咋得起奔当向天将起印印。哎孩儿的妈且慢说人民你是咋的，哎我说大嫂子、啊、秋胡这个家伙的哪里个地方玩去了，玩去了